到底开台咯，开台Open your heart， 八点啦、啊！小雨明明总是在我前面。八点了吗？啊，是有八点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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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点了。好久没有这种更新，全员逃走中。哎呦，就改一些小 bug 啦。对，但是。好想要当当鬼，你知道无限期我还没有当过，今天来玩玩，你还没当过鬼，怎么可能？我都是当个大好人啊，要跟麻衣还有发发介绍，有，有没有看过《全员逃走中》？没看过也没关系，等一下我们就会在这个大地图上奔跑，跑，不是那个花，哈。请过来，麻衣。旁边、后面。行。这个大地图有没有看到？哦。他是一个鬼抓人，等一下会一个鬼，那其他都是玩家，玩家就要跑。那你被鬼打到的话，你就会细卡跳，细卡跳之后就会变成工作人员。你就会当摄影大哥。对，摄影大哥。那逃跑的人关键呢，他是比较特别，就是每隔一段时间会有任务。那任务可能会要求你去某一个地方完成，比方说可能要去海洋奇缘，你就要去找海洋奇缘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稍微看一下这个，它主要就是会分几个区域啊，你看右边就是蓝色区域，左边就是绿色区域，下面是黄色，所以你也可以看任务是什么颜色，然后你就至少判断它是在哪一个方位就 OK、对，那你也可以躲得好好的，依靠其他人去完成也可以。生存者就是努力的活到最后，然后过程当中都把任务完成，最后就可以顺利逃脱出去，就是这样。OK， 好的。对，那过程当中呢，开场也会有奖金，那些钱呢就可以跟里面的村民去购买一些道具使用。好，大概就是这样。OK， 好的。那我们就来逃走，逃走，好。跑，好，大家在当逃着啊！没有当过的我，猜猜我来当当坏人。哎，我踩到了，啊，怎么踩到了？没有，没有，没有，没有多人了，你是一个人，是一个人。就 B 据点 B， 奖金每人一万块，一万块，几百颗，蚂蚁点击设定特殊，有，我踩了吗？一个猎人吗？一个吗？就一个吗？一个啊，一个啊。两个，我们上次两个太凶残了，马上就结束了。对，记得有一些究极任务可以自选呢。究极任务吗？对啊。哦，究极，我看看哦。究极任务，扫鱼。哦，这好像，嘿。等一下，逃跑的人呢、啊？记得看到任务地点，不要把它念出来哈、啊。嗯，哎，对，对，因为猎人不知道我们的任务地点在哪里啊。他对，他不知道这个要先讲，不然会很好笑。海洋公园在哪里？我觉得我会直接加入。命令启动，游戏开始了。小猫在叫啊？没有，刚刚是爆发的笑吧？小猫被掐到的声音，心痛的声音。没事没事。哎、我跑到最后一格掉下来、欸哦。我们这好像之前都没有玩过，我们就都打开来。好耶！好，都打开啊，开，感觉很酷。那就酷耶！来挑战喽！好。哦、发很厉害呢，比较少玩任务组合二，那就来啦。好，那个开幕游戏，哦对，开幕游戏要看要改什么，命运啊，命运嘛，对不对？命运按钮的，按钮比较有，按钮的就那个简单直觉，那直觉永远都不知道干嘛。那就来啦。好啊！啊，那个欢迎应征工作人员。哎，就在这里，好酷啊！这就是轮流到前面按按钮，按对的话就可以逃走。哎，
现在啊？什么意思？等一下，等一下会有人。啊，等一下在里面的时候，你们要丢那个中间的珍珠，可以跑比较快。嗯，你的物品栏会有很多东西。等一下，那其中有一个就是加速，那你只要把它 Q 出去，是吗？还是右键？没有，按右键，右键就会加速。Q 出去会不见哦 ，Q 出去就没气啊，没气啊，被捡走，被捡走了。还是新人慢慢来，我不会先抓新人的。嗯，你要带着新人到处走。我是新人，我也是新人哎、欸，巧克力，新人，新人，我已经快忘记假新人一定抓。偷袭，偷袭，假新手。啊，这很多。什么？你可以先试丢一下那个。试丢一下，你可以右键丢到鸡蛋，你会换位置。鸡蛋会变慢哦。小雨，要丢到鸡蛋。哎。哎，我先走了。拜拜。啊，杰克不在，那就粉红色啦。哎，我要进来了，我要进来了。大家跑喽！来喽！哇，那我觉得我爱到了，那我一定没问题啊。我选耶！猎人连画面都没有，有点可怜。我觉得猎人应该在上面有个画面可以看，连画面都没有。耶！我带了，跟我们三选一。不要，我出去。我觉得有点伪，我觉得是玩到了。耶，拜拜。哦，我要出去。一二，拜啦。啊，我最后一个，完了。哎呦，我就你了啦，我就你了啦，总是波波了，就是波波了，可以了啦，好了，不会那么惨了，对了，全部都逃过，耶，帅啦，还在那边救可的，我一定抓啊，巧克力大帅哥，不要抓我，不要抓我，还在我面前绕了一圈，好帅，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我，绝对不是我，绝对，真的绿成这个样子。画成灰都看得得哦，是这个哈，花花你在冲好远一点哦。好，这是什么东西？啊，对耶，对，花在看他鳍。哎呦，在那边钓鱼喽？没有啦，哇，已经钓起来了。哇，你是每个都会钓鱼啊？鸡啥鸡啥鸡啥鸡起来？哎，那是恐怖大鸡吗？啊！我出来了。阿鬼出现了，好的，先买东西嘛。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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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他会买那个啦，他买啦，他会买好穷哦，企鹅是我们买的啦，我被对，企鹅是我们买，他怎么知道自己的任务啊？还没出来，还没，还没，快一段时间，而且任务是大家的，就是大家一起，大家要合作。有一些可能个别点名的，有一些是可能合作的。知名加速，不是有人在这吗？怎么办？我找不到那个。对，你可以逛逛，这地图就是那个致敬香港的海洋公园。嗯，对，没去过就可以逛逛。怎么会有？怎么会有被冻在下面的？对啊，可怜的吧？怪怪的。哎，这里也太……我的天啊！去地方逛逛，哎，发发，是不是发现什么新的地方？我的天啊，我迷路了耶，忘了。我想发现新地方，发现不了。我发现它原本水的地方变冰了，哎，都结冰了。冬天呢？冬天是因为冬天的关系吧？春天了，现在是春天，应该这还是圣诞节？对啊，它应该有春天地形啊。哎，之前钱有这么少吗？我怎么记得？对啊，我感觉好像少了，是物价变高了吧？还是我们之前是20000块啊？没有，好像是50000哦，原来不是物价变高哦，两万买这么多，我记得我们买一堆企鹅不是吗？对啊，对啊，我们是不好模式吧？那个你们可以多钓鱼，猎人现在迷路了，猎人有点坑。我们现在可以买三分之一的企鹅，别学，不能念出来啊！可以念吧？可以念哦，不能念出来，哪里呀？哪？我记得是好像在这边，哪里呀？好像是在这里呢。哎哎，埋这里，这里埋这里，这边找一下哪里？嗨，好像有人要来哪里？是不是在附近啊？哎嗨，嗨，
蚂蚁，蚂蚁呀，看到吗？对啊，没有看到。哎，怎么大家都在这啦？是应该在这边人。我们慢慢找一下，慢慢找。坐这边吗？可是我到了啊，我没有看到。是你要看地板，会看地板。这里啦，这里啦，各位，各位，我们来这里，这里区域会有一个任务点。这里，这里，这里，你要找一下。哦哦，对对对对对对。你在哪里？带一个位置，带个位置。这个啦，这个里面啦，这个里面。里面吗？嗯，里面里面。哦，是走左转吗？在哪里？耶！来来来来，左转这个吗？来来来，刚刚刚刚有没有看到一撮人那边？什么垃圾？什么垃圾？哎，等一下，集合！你们怎么？我们在哪里？我们在哪里？哎，谁？啊，不要立啊！不要立啊！不要！那边走过去，那边走过去，那边走过去。好，那个我先撤了，拜。应征攻读生啊，没问题。天啊，我们怎么有一个人死那么快啊？蚂蚁，蚂蚁还有谁？这里面的蚂蚁哦，这里这里他在哪里啊？大家认证，大家认证。原来你们都在那边，你们都不是不同的地方。而且你找错了，没有，你知道吗？你找错了，你找错了。任务一出来，全部人都从各四面八方冲出来，知道吗？在这边超好笑的，真的假的？那波波怎么那么孤单？波波一个人，你知道？没有，他就只有跟蚂蚁走而已。我一直跟小雨走啊。再见，你们放过蚂蚁而已啊，蚂蚁可以多玩几下。你为什么不放过我？你不是新手，因为看有人就在我前面晃啊。我说先抓你，就先抓你啊。不行了，那我要当摄影机大哥了，我要去找。啊，蚂蚁怎么在这里？哇！地图有 bug 啊！啊？怎么了 ？bug？ 你被抓？有一个洞啊！哦，我摔出去了！哇！我成就代表他是故意的，然后走进去，哎，真的是一个洞！哎呀，最后的成就，所以感觉在哪里我找不到哎。也是，哎，你这里跟我来，跟我来，跟我来，这里开始走，都被拘捕，你自己被自己拘捕哎，自己被扭曲了。表示真的海洋公园有那个洞吗？哎，剩35秒，来来，发发这里，发发这里，发发这，发这。带那个啊，我们的蚂蚁啊，按上面按钮，上面按钮，上面按钮在哪？哦，有了。好了好了，注意啦，蚂蚁在哪？是不是代表我在那个位置啊？那个地方的位置，我不敢讲。不是有人刚刚有看到蚂蚁吗？蚂蚁讲出来，念出来。Q 奶奶好喝到咪噗。不是，你怎么还在这啊？蚂蚁怎么每次只能看到你啊？其他人呢？为什么？刚小雨说有看到，爸爸右边，爸爸右边，哇！哎，等等，哇！有人，哇！直接被淘汰了，强制淘汰了，淘汰，然后完成，然后变成一个人，迟到是什么鬼？哇！那就没办法了，我是不迟到的，我是不迟到。哎，你可以跟那个波波一起当工作人员。真的，他那个任务点在哪里？你现在可以四处看看，你可以逛逛玩家，你要去逛一下，因为后面还会有机会可以复活，你可以趁现在给你看。我刚刚有开一些，感觉有一些是会复活的治疗。哎，有哎，他有隐形吗？还是只是他有看到你了？为什么没看到我？为什么？关鱼哦，仔细看一下，仔细看一下，有人在钓鱼，完蛋了，我先走了，抱歉，看不到啊，还敢钓鱼？你那个位置看得到我，你那个位置看得到我，算点钱。那我外面看得到我吗？啊，看不到啊，外面看不到你啊。哦，那就好，那就好，看得到我。白痴，躲在钓鱼。我看到你开场到现在，除了蚂蚁波波，没看到任何人。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来？这边是你大哥先来跳。不要，我这边有视野。哦。可是我已经看到他了，大哥一定就有 Bobo。你在哪里？我怎么没看到你？我跑走了。出来！太危险了，我们先走。真的没有看到人。为什么一直看到一个红红？可以用那个去指南针去找人，就点一下，然后他就会有各个玩家。摄影大哥头太大了啦！对，我先上那个摄影机，就是3公斤起跳，10公斤起跳。巧克力有在动，对不对？啊，为什么会有一个红红的 ID 一直没在动啊？红红的 ID， 红红的 ID， 那个人是 NPC 吧？哦，那 NPC 啊，哦，好。我要怎么赚钱？哦，这有哎呦，我要找啊，透露吗？找红红 ID 哦。头啊，你旁边那个北极熊刚动了一下哎、欸，
哎、欸，真的哦，可是我好想看，我不能看。等一下，丛林哪有北极熊啊？你骗我！你讲出来了啦！哎、欸，阿弟，你要跟我演一下，阿弟，你跟我演一下嘛！你怎么可以把我讲出来？是，哎呀，是啊，阿弟。有没有听过反其道而行啊？哦，一个江湖反正偏了，哎呀，完了，看来我们没有他不在啊，我们没有心有灵犀啊，不要，我要怎么钓鱼啊？买钓竿，买钓竿，要买钓竿啊？钓竿去哪买？完蛋了，在香港渔村，在渔村不要跑，香港渔村，感觉这家族是不好死啊。不好死，不然你去捡，不然你去捡他们的，你叫他们 Q 一颗出来给你。我又不是傻了，用生命在跑步啊，小雨。超累的这游戏，这游戏这样一直追就超累的。完了，一个转弯没注意，哇，这个队友哇，甩掉了，甩掉了，哇，这个加速真的是魔后呢，哇塞，六啊，人土人，我想说直线距离可以加速一下。然后失明结束就看不到人了，人皇哎，快跑啊！他应该有那种嘲讽道具，就是你用你会加钱，但是你会哦，哎，对，我觉得这不错，放烟火，对对对对之类的，谁啦？丑死了！哈哈，走，带去玩鬼屋，买一些道具啦。我站在这里了，我就站在这里了。你们不要讲出来，没有，我没有讲出来啊！你射了。看到了，射出来了！有人在买道具了，完了！我觉得我们没有啦，鹦鹉吗？等一下就可以用了，我们等下一个任务啊！我找不到人很难过呢。没关系啊，我们已经去看北极熊近亲了，不是远亲排队，远亲。其实我刚刚有经过那里，没有啊，我们跑去熊猫馆了。所以大哥，你看拿可以拿正常大小的头吗？这个有点大，对。这摄影机大哥太皮了哦。才没想到他是这样。加长型。哎，熊猫好可爱。你们小心哦！我刚看到摄影大哥，然后就被追了。要对你摄影大哥。有了，摄影大哥收起来了，摄影大哥收起来了。只要抬头看看哪里有摄影机，我就知道了。对啊。超危险。那我还要用发光，我要自己打发光。你刚刚找那种天灯的 skin 有没有？天灯，然后上面还有祈愿，光明灯。巧克力要不要去看熊猫啊？熊猫很可爱。有啊，我喜欢熊猫啊，可爱。你不要再暴露我们位置了啦！没有啊，啊，我看完北极熊就要去看熊猫啊。对不对？行的，他就知道我附近有动物啦。哎呦，那我们两个好一起玩啊！没有灵犀，真的是，真的是哦，真是哦。我们要两面手法，你知道吗？这不是他海豚没有进来啊？我海豚叫哎！这个人怎么还在渔村呢？好猪在蜜蜂啊！你还在渔村？那安全，那安全，那安全。你看到有一个小蜜蜂跑过来啊！我想说应该走了吧，就还在。我想说太久没有人蹲一下看看好了，哎，怎么就真的蹲到了呢？是啊，这游戏没有其他赚钱手法了，去找其他的池塘啦。哎，对啊，这个游戏其实池塘很多。没有，全部都结冰了。啊！只有那边啊！哦，真的假的？连人工的那个小池塘都结冰了。我刚跟小雨找很久了。哦，真的假的？对啊，我们开场就去买钓竿，然后就沿路走，发现都结冰了。哎，其实直接跑跳追有点追不太到呢。你怎么还在追啊？差不多。那我看到谁先追谁啊？还加入圈圈？哎，这里好，怎么有人受伤啊？我被什么会受伤？我被树咬到，哎呀，树咬了，树精哦，树精，哎呦，树精，南无砍太多树了，南无战斗陀螺，南无战斗陀螺，北鼻雷一个就不见了，小鸟跑走了，跑走了，快打哦，他真是发光了，哎呀。同时哦，
没入了、欸、我完全找不到、啊、找不到入围、欸、靠你们呢、欸、要靠你们呢、欸啊、可是我每个人都靠你们就不行啊对不对爸爸你怎么在这里他都被撤啦我在哪里我们快快解啊怎么有人把人带来这里来呀跑哦所以现在可以走喽，走啊，走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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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列走喽，走喽，加速跑好了。那我还是打不死啊！你挥太快了啦！我已经挥慢了，小雨是掉很多钱啊！我没有掉钱，我刚只掉了一条鱼，他就来了。你那条鱼是不是那个啊？什么尊爵不凡？太扯了，谢谢，还是尊爵不凡的鱼？换人了吧，前面有个哈记啦。没有啦。对对对，你们 HC 来了。离我最近，我一定只能抓你啊！鱼安了，快救救凡！好，睡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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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好了吗？在绕圈圈，他很坏，你超坏，好啊，各位，好了好了好了，你越跑越跑越跑圆满了，你要圆满了，功德圆满，功德圆满，讲了吧，好累哦，很疼，我回家了，哈。哇、啊啊，小雨，来穿的越久，不要跳过来，北极熊，我来了，我还不死啊你！我好累哦，我手好酸哦。力量，哎、欸，我觉得我是不是没有力量了？原本应该有力量吧？啊，你说你刚刚死掉的对，啊，因为、啊啊、你打一下超不痛的，我补给你，我补给你啊。原本是力量多少、啊？力量二五，我给他虚弱二五。好惨哦！那我先不跑了，我休息一下。没有力量一定没办法、啊。我给你力量三好不好？力量三。啊。我也回家了。两拳三拳就可以干掉的。因为我很好奇那个洞在哪里。都结冰了啦。这就不行啊！就只有那里可以掉。破个洞哎、欸。小雨他还在追你吗？小雨还在追，还在追。哇，你敢秀全场的天哪！啊，爸爸，爸爸回头，爸爸回头，你不能，你跑跳没有比较快。爸爸回头，你加速的话，这里一个转弯，你们看到我？有有有，来加速会，我带你。对，这边走这边。你要那个、啊，之前的我刚才迷路了很久。啊、我知道，你知道你经过巧克力两次吗？我知道啊，他都没看到我。原本练机有速度，你知道发你带我溜整个全地图吗？好像是哦。我追你变这么难了，之前追 Bobo 就没有那么难。也可能是 Bobo。我可能要那个，可能要你这样子好了，给你一个速度一好不好？速度一在这里吗？有没有这边原始速度给你了，速度是多少？原始速度跟力量，速度一嘛，力量三嘛，这样子好不好？我刚刚把我的钱全部拿去花掉了。哎，你花掉了、喔？哎、欸，我们还没有买，我们还没花钱呢、欸。啊，所以，所以是期待跟他买这个。我也想要带钱，带着钱。对，等一下，巧克力会把钱给我们。我可以买掉干。你可以买啊、喔。这样有多少钱就可以跟巧克力领多少。好，那你来这边。那爸爸来这边，爸爸来这边。对，这边是唯一有水的地方了。哇塞，这是钓鱼了。然后巧克力会走在这边，我要走了。我说原本是力量四，然后速度还不知道。哦，力量四，力量四哦，可以那个。给你给你。我要问伟大的观众大神，真的是人皇哎、欸，我的天啊！天啊，仙境洞。我们来追小雨了，爸爸走了，爸爸该走了，爸爸该走了。哈哈哈哈哈！让我试一下，两下。啊，那巧克力被补了，你给你还是正常的嘛？巧克力被补，为什么巧克力被补？为什么巧克力被补？因为我用出 bug， 对不起。好好好，看一下是不是他死亡记录，看一下。欸、那你为什么会有个洞？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掉过？不是，那还是之前有人不小心打了一个洞，然后没有补起来哦。维修通道，巧克力是用之前的地图吗？
对啊，没有哦，那有机会哎，我觉得，因为之前都快要吓到我了，白痴了，哦不啊，哦耶，啊月月过去了，哎，刚刚是我跟尹月姐的，哎，刚刚是我们全队我们走，我们走嘛，我应该可以休息一下吧，我好累哦，去啦，我们去啦，哇，好不容易才回家哎，你要改引擎啊，好嘛，我改引擎吗？哪里啊？不然你这样我会误会啊。哦，好，有，就是说，到底哦，我都不能讲哦，不能说，你在讲啊，你在讲啊，没讲啊，遇到鬼了，他们真的遇到鬼了，我操，分开走，分开走，攻出来，大难各自来临啊，有遇到正太也能钓鱼吗？不要吧，走吧。我觉得害怕，当时的是害怕，绝望过了。走哪里呀？为什么不敢让你出来玩？我的队友，太逼了，太强了吧！哎，我还在闹人，然后你就直接那个哦，你好狂哦！我想说有人在被追嘛，我赶快去摸一下。好想抓大家，我的队友，一公斤人皇。没办法，音乐另一个是繁星啊，丢到珍珠啦，丢出啦，丢到珍珠，不行呀，你是不是丢错了？我丢错了，太危险了，成交，耶，不要啦，不要啦，不要啦，心跳声一直在后面啦，蹦蹦，追不到呢。人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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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人皇，他怎么还没复活？不要跑！你在哪里？哦哦哦，避开！好，好了啦，不要了啦，我只能这样了。救命啊！怎么还在我背后啊？看不到了，耶！我救你，允月，你不要再带怪给我啦！你把后面的手机跳声啦，那就没办法啦，那就没办法喽。哎呀，我已经救你了，我怎么又被捕了？哦，小雨，干嘛？小雨成功，你这个太危险。哎，小雨很强哎，我好累哦。你是不是想要啊？太小，他把所有的板子都用完了。对啊，真的人皇哎，啦啦啦啦，四个，他自己都没有花钱呢。对啊，你好歹买个纪念品吧。纪念品哦。对啊。啊，好啊。但是不要是巧克力哦。会怕，我会怕。外带伴手礼，没办法，我们宿舍住太近了，你知道吗？哦，你是说他带过来？哎，可能是给你的伴手礼，然后后面然后下一秒那个刀子拿出来，啪！哎，团团，哎，嗨，这里怎么进来的啊？你哦，没有在看他记的位置，他怎么进去的？哦，所以他进来还是待在那里哦？不在啊，哦。哇哦，你这个哇哦，好像很厉害哎，怎么进来的？是不是厉害吧？中了隐秘地方物是？哎，啊，你怎么一个忍者啊？我的天哪！领家？对啊。哎呀，你被不要发光啦！怎么都这么远哦？很远呐！哦，怎么都这么远？躲起来，这好多屏障哦！我发现这个猎人其实不容易当哎。辛苦之前的猎人了。之前猎人其实很强哎，很强。你是说可以无限洗钱吗？还是我有点忘记是为什么？不是啦，好像说他这些道人很强啊。哦，什么无限洗钱？什么？没有没有啊？好。
啊哦，剩余太少，所以会有复活机会。哦，要挖雪大赛啊！耶，挖雪！你看你们挖雪，赢的人就可以复活哦。对，加油！加油！去打猎了，他们挖雪了。我怎么是两滴血？你打猎了，对，加油！加油！再把人家挖下去，把别人挖下去，把别人挖下去。啊，这有人自杀，有人自杀。我不要自杀了吗？我不要自杀了吗？蚂蚁要拿铲子，蚂蚁要拿铲子，蚂蚁要拿铲子，不要拿雪球。你在拿球啊？挖不动，你把它挖下去吧。哇！有了，没有你，你复活没有用啊！你刚刚死掉了。我怎么在这里啊？我跟你讲，我剩两滴血，我剩两滴血，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真的不知道我该怎么办。可以喝水啊，他不是有给水。对啊，你可以补血啊！看这里，这里不要躲人呐、啊！我的血没有，我刚躲这里耶！我走这边的，我要跟人皇走，人皇。哎、欸，我发现有另外一个可以钓鱼的，真的假的？对对对，我刚知道，你相信下水道都结冰了吗？对，下水道都结冰了，还有别人钓吗？我有偷偷找到一个。那个点其实要看还蛮明显的、欸，有点对啊。可是就是唯一可以不是在渔村钓鱼的地方了，分散风险吗？哎，怕怕，哎，这里，嘿嘿，我累积奖金来到十万了耶！耶，奖金将累积到下一次，下一次，下一次累积到下次中奖。出来一起玩游戏啊！人其实都不好遇呢。那 Rainbow 的广告就是说，我不用逃过，我不用逃过狮子，我只要逃过你就好了。我只要跑比团团快就好了。可恶！所以该不会你等下落后你就跑了、哦？所以这个真的可以掉哦。对呀、啊。哇、哦，好赚啊！所以你真的有掉到东西哦？有啊，我就躲在这里啊。那你吸得到、啊？好猛哦！那这样子，水族馆里面的可以掉、欸。阿纪，哎、欸，水族馆要看、欸，你看到有没有漂亮的？我再打一个人过来。好像有哎、欸，我根本就没办法。好像不该复活的。没有啊，我们在这里，哦、这里很赞、欸。不复活，复活多好，肚子好痛、啊。另外一边，我可以三个人一起叫。啊？为什么？我怎么有两个吗？这两个网炮发射器好赞哦。为什么？不知道什么身上会突然多一个。欸、我有酸神哎、欸。你有遇到？欸、酸神、啊？怎么你也来了？啊？怎么你也来了？大家都在这边啊、哦！完了，妖修鬼嘞！哇，妖修嘞！我雷托了，打光了。他们很远，他很远，他很远吗？你怎么知道？你又知道了？猎人不会发光啊？没有，我。你怎么知道他不很远？你觉得呢？哎、啊。是那个了，哈、啊，要阻止，要不然要不是那个了，是不是？这边有点麻烦欸，老实说，哪里？放到这个要好麻烦哦，必须要招一下，招一下。我们现在要做什么？这个、有点麻烦，欸、他阻止太多了啦。我们现在就不讲话，等他们完成任务或者失败任务。这个是啊，等一下，可是那个去哪里找啊？然后再追了，哎、又是你了，讲话，加油！哦，应该是这里吧，我记得。哦、你落单了，你们不是都一起的吗？没有啊，我在赚钱呢、啊。没有，小雨又被追了。对啊，放智能、欸，那你很，小雨你在哪里？现在你在哪里？我在那个原本的鬼屋门口。啊！妖兽！哪里啊？哎、不要！哎，你在哪里啊？小雨！嘿嘿嘿！终于又抓到人了。小雨不会过来啊？太难跑了。那为什么我们三个在这？对啊，为什么我们三个在这？你看一下那个提示嘛。看，不要讲出来吗？对，不能讲，不能讲，不能讲。其实出出来也是可以了，不行讲出来我们确实是可以，我觉得可以，你还敢直接放过我？你这个太过分了吧！不是这样的吗？很难想要穿过我的身体、啊，我想说我就看到巧克力了，你怎么还在跑？我真的不知道怎么用哎、欸，我以为我可以，其实我不行要先去拿，拿到不是吧？他真的要那个哦，是要这个、哦，
哎对，你们加油，这个任务就是这样子。我这个很麻烦，这很难呢、欸。两位有看头、哦？我们这次没办法了。你们可以的吧？你们有看懂吗？两位看不懂。你看任务室，任务室的第一句话有没有看到？任务室的第一句话，他说：“我在看任务，这太难了，这任务真的太难了。”是要旁观者完成哦。啊，没有啦，他们两个现在被关起来了。没有啦，他们被关起来。被关起来。哎呦，有两个人看不懂这一次的任务啦。对。你们可以加，你们可以加。我在那个港口，我没有在那里。啊，文字频道，所以另一个看懂吗？哎。哦，可是这个好难哦。对啊，那个很难啊。对，你们可以教一下，说一下，我在港口，我听不到。很多地点呢。这在哪？我刚怎么没看到？是我不知道怎么。你加油！你念出来嘛，我反正我先不追嘛。入口不是这里吗？其实主要不是他们的问题啦，是我们这边要解那个任务，解完如果没解成功的话，就是目前变成不是冒险，不是那个观察者模式的人会变成猎人。猎人这样。哦，所以我们要变猎人。就是如果他们没有完成的话，我们全部变猎人。我的天哪！你们文字看得到吗？为什么？这样说明他们想变猎人呢、啊？一股神秘力量将所有淘汰逃亡者变成了猎人。嘿，这句话其实很明显啊，为什么？就第一句话，第一句话其实就讲了，你们会变成鬼啦！哦哦，我看到。哎，没有啊，第一句话还没啊，还没啦，要等，还没，他没有写说什么会。你看第二句话，你就全部念出来，你全部念出来好了。好，我全部念出来。嘿，以下任务是这样。哦，你要在往上滑。我还要以下任务是在上面一个。上面一开始，任务是的一开始，对。上面还有一个，上面还有一个。还有两条。上面还有一个。有，看到了。以下任务。那条是哪条？那条外资。那个神秘的力量那一段。对了。原来，那一段可以连在哪里？我都看不懂。里面，我好慌哦！他自己放弃，没有，我没有在动了，我在给我自己抗性，我发现我会被打死。我这个真的是这样子吗？他把念出来啊，没关系。啊，你们怎么在这里啊？他们就是那个准备被解放啊，我们被关起来。所以你们懂你们要干嘛了吗？有，他说一股神秘的力量将所有淘汰者变成逃亡者，是吧？OK， 这样就可以了，这就可以了。对对对，就是这个，我们就是只能。现在任务就是我跟 Bobo 两个要去解禁，没解完就是你们等等。啊！我吧，这样感觉很难，很难。是要对决是不是 Bobo？不是啦，你应该可以过吧？我站着发呆不动，然后你自己过来这里。不是，这是他任务啊！这是你任务啊！对啦，他是超难的，你可以超难的，好酷！那可以干嘛？你可以丢丢看，超难，这超麻烦的。但我不准啊，因为我有那个加速。哦，对啦，加速可以跑。哇，他还。他有些有顶头，然后有些不好跳。要找正确的路，他有假的，这麻烦，这超麻烦。好嘛，你就一拳把他打死。你在哪里？你真的是很猛哎，怎么来测的？哦，我们看老师秀，我们看老师秀。旁边不是有下水道？对啊。哦，下水道爬上来啊。啊，没事，我没讲出来，什么都没有。嗯。我想说奇怪，之前没看过这个。有，之前好像还没到，就已经差不多了。嗯，那都是解码的那个不是吗？嗯，哦对啊，解码还有问答超好笑，对不对？我看我刚刚也是问答，这里没有更往上呢。我跳到这边，我也不知道怎么往上，你知道吗？我是左边那个上面那个吗？哭泣的黑钥匙吗？没有啊，那个也没办法，那没有。他不是就是把哭泣黑钥匙挖走而已吗？哦，你要挖走哭泣黑钥匙，不是跳到最上面。可是他的玩法是，你要先去香港渔村市集买一个采集器，然后去采集，就是到你们现在你们跳那边上去，到最上面有一个东西把它挖掉，然后等我要挖四个，然后放到各个另外四个地方的祭坛。哇，挖四个哭泣黑钥匙，对。
挖能量，所以这样就还好，只是重点是你要拿道具，然后还来这里挖。对啊，如果没口口就没法躲。对啊，酷欸，好难。在哪里啊？哇，你好远哦，看不到你。所以赚钱超重要欸，赚钱很重要欸，赚钱很重要。所以你看，小雨死命赚，哎，想赚还没赚到。那稿子？说什么？那个挖矿的那个稿子是要多少钱？很贵吗？应该一块钱吧，一个铁一块钱吗？不是一万块吗？一万块，看一下，七十块，跟随着你的步伐，不要再发光了。你怎么还有？你怎么三万五了？是。不要发光啦！15万了，15万了，15万了！要啦！要赌赢了！要赌5分钟哎、欸，怎么可能啊？而且等一下还会有人骗那个顶尖对决，要2块钱才能买稿子，要2块哦，要2万！你在哪里看到的？在那个渔村啊，在哈基旁边，贵的贵的，你不要跑啊！哇！哈基呀、啊！我刚刚有去过渔村发光哎、欸！你不要讲出来！没有啦，他你走很久了，他跑回到最初的起点了啦。有回到最初的，哇！一直被包围，哇！你怎么这么发光啊？你怎么一直被包围？看不到你的发光呢？好像是 bug 是不是？看不到发光？哦，你有发光吗？反发光外挂？哦，那个我没发光吗？欸HG.exe 没有啊，现在没发光、啊。现在刚刚有，现在没有，刚刚有、啊，所以只是距离太远而已。反弹发光魔法HG.exe， 而且我们之间怎么这么遥远？所以等下鬼市通通放出来吗？我在台北。我们中间有了一个透明力吗？透明，中间可以透明力，有了有了有了，哇哦，有了大吉啊！什么大吉？来，那个我们大家各自四散哈。好，对啊，等下我发光就可以看到了。这加速是什么东西？哦，你用 Q 出来，用看就知道。啊，我变黑了。有加速，对，但是你的短时间跑比较快。哎，那过程要用跑的。哦，那可以跑跳吗？可以啊，没有没有，那个不行，因为那个加速的时候不要。可以啊，加速的时候不要，平常的时候可以。呆呆的站在停止前，哈哈哈哈哈。站在停止间，哎呦，好久啊！他唱的不是吗？睁开眼睛，321发光！哇，看到吗？哇，亮晶晶，没有哎，绿绿的，对啊，这个很远哎，出 bug 了，我自己看没发光哎。原来是没发光啊！我说你刚刚不是从我面前跑过去，你怎么看到我发光？你这真的没发光！哇！你就剩一个人的时候就不会发光。太猛了吧！哇！我看你最后任务。哇！谁看到了吗？那些你错过的法机，好想拥抱你。有人错过哈基哦，大家。假的，真的假的？该不是我吧？你这样笑，哦，我也是。来一首擦肩而过。哎呦喂！我怀念的，是吗？我还必须完成最后的任务。还有这个任务啊？还有一个啊？有那个，还有一个雪人，对，雪人就车站的那个啊。对啊，车站的。哎，那不就先跑去车站了？好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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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车站见。等下四个鬼在那边迎新你，等等，开心的见到你。那我们从地毯界先准备啊，你一组合二啊，不确定是不是那车站啊，那你可以试试看啊。真开心，真开心见到你。嘿嘿嘿，在哪里啊？在你心里。
我心里有别人了，不好意思。哦哦，你被甩了，还抓了他了，很团还在。应该剩两分钟有任务啊。鬼魂八十秒，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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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余时间是一百一十几秒，哎、欸，其实差不多了吧？对啊，差不多了，可以可以多了，差不多了。对啊，你这样要逃不出去喽。这游戏是没有逃出，成功逃出过啊？有吧？有吧？我们有一次而已，一次而已，有一次而已，一次而已。很少，那时候我生存者比鬼多。对、啊，然后那个大赚特赚的时候，对对对对对，巧克力还那个啊，把那个衣服拿下来啊，称赚钱，啊对，然后把我砍死啊，记得很久，你真的是记很久呢，没有，我跟你讲，你都忘记了耶，有这回事，真的假的？不会吧？哇，怎么没印象啊？还有洗钱大法啊，对不对？他自己有任务吧？可是写那钱作者都改掉了，大声的念出来，没有了。以下是，我们要面向车站，车站下列哪一个是巧克力？下列哪个是哪一个？嗯，点秋香吗？四个猎人，你要选哪一个？点菜喽！点菜，香港渔村怎么去啊？他在骗，他在骗。你要你需要 GPS 导航？哎、欸，不是 GPS， 有什么地方是你不会去的？少来，西瓜田吧？他说的是没什么去的，好刺激哦！是吗？哎呦，好刺激！丛林啊，我不会去丛林啊！什么？你嗯？嗯，还没找出来？怎么？哎呦，还有两个在我面前走过去，要挟我。啊，一方嘛，你们看清楚。嗯，哎、欸，真的呢。哎呦，哇、哎、哟、哎！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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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发光哎、欸。在丛林，在丛林里有一个东西在这里啦。哎呦，哎呦。哎呀，在丛林乐园这边，套住了！哎呀，哎呀，被抓到了！要被抓到了！蹦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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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结束！好强！没有任务啊，最后没任务了，哦，你太远了，而且其实。他从头到尾几乎都在那边，马英没有变猎人，马英经过很多次。对啊，我们又有一个神秘 bug 是猎玩家不会发光，没哎、欸、有啦，其实他一直都有，没有他一直都有发光，他一直都有发光，他在骗太远你们看不到。哦，因为想说你刚刚说没有，我想说他在骗你，他一直都没有。哦，那个啦，你们。这个资讯不能，这资讯不能骗哦。对，你们 SD 不行啊。然后选项显示设定有一个实体显示距离调500%，哪一个选项？显示设定显示距离。显示选项实体显示距离，这个要拉到500%，500哦，五倍距离远的实体发光，你才看得到。显示设定，嗯。不然就只有你视野距里面就看得到。没看到那个，我也没有、欸哦。有了，我看到了。对，选项显示设定，然后最右下角。如果是 Optify 的，是在细节里面。细节吗？对，细节里面。啊，细节。对。实体显示距离。哦。有看到哈？有。完了，有。这场可以让我当鬼，拜托拜托。已经知道你要躲在哪。都知道你们躲了、哦、在那里诈骗诈骗西瓜连发光都骗还回来大家都不买了都不用了等一下我们去猎杀起来哦耶哦耶 BOBO 八零啊八零游戏啊八零八零八零广告记得放起来啊！啊，对，哎呀，好广告了。你都这样说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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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嘟嘟嘟嘟，啦啦啦啦啦。
什么复活节的箱子哦？我、哦、好久没有练 IP 手了。我也是。练 IP 手吗？练 IP 手。练 IP 手这样相亲节目。那个我觉得比较像分手擂台。哎、欸，对对，要把手剁掉。劈手。哦。哎，原来小鸡头四、啊。所以是要连 happy 手吗？没有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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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霸凌你，没有霸凌你，不用担心。我关掉游戏了。哎呦，请开启。我只是等待的时候会去抽箱子而已。嗯。我们怎么光玩不能玩的游戏呢？他不能玩。我被 ban 了。你被 ban 了？你 happy 手被 ban？我还没怎么被 ban 呢、啊？啊，你是永 ban 吗？永哥，他比波波更扯。对，而且我写信过，是我是永 ban， 我还写信过去求职、啊。对哈、哦，你跟朋友借的哈、哦。对。然后对方表示不好意思啊 ，ban 就 ban 了。这就是你的问题，你没有保护好你自己的账号。对，请保护好自己的账号。啊！我再买一个账号啊！三个月还太惨哎。我、哦、之前是三个月，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之前啊！哎、欸，我之前就只进去过两次，然后后来有一次好像大家找我拍，然后进去发现，哎、啊，为什么被 ban？ 我根本就没有进去过。啊、再次提醒，这个自己的账号要好好保护啊！对，很多莫名其妙的会被爆账号。没啊，反正我后来三个月我去写信就是。哇！三个月没办法。没有等你。那个更成长茁壮，没办法也会变有办法。好了，我写信过去，拜托，求你了，求你了，我好想跟朋友玩游戏。哎、欸，不然你就再买个账号就好了。对啊，上次大受好评的宣言模式。哦不，升级到了，有没有？你就可以宣言准备获胜，大家都来讨伐你。啊、但除此之外，每隔100秒也会有人被强制宣言。好啊，努力的想办法宣言活下去就对了。那就来，哎呀，先来一个啊，新地图，欧风，新的欧风，那你准备好了吗？好了，好了，走起来。好多鬼子，好多剑，超热血！好多剑，出满满的剑士，怎么是？拿三个星星就宣言喽，三个就宣言了，三个啊，好，三个，有人说对啊，三个，这不是五个吗？这么多剑呢？现在不是五个了？对啊，啊五个，啊小雨，哇，很多啊，哎，又是我，啊，五个，五八个。我们都在老地方呢，环星。对啊，我就在这边。我就在看着你。完了，这里感觉都没了。我不准进。都没了。哦，方法是你拿走的。哦、没有，都被波波拿走了。喊他，喊他，喊他，我一个人拿五个，太多了。我一个人拿五个？问号。你也没了，这有一个移动版的。因为在你把它偷拿来啊，移动版的，里面应该也是空的啦。啊，这里都没了，没啦，遭小偷了。我就只有拿到加速的而已。哎呀，啊，空的，哎呀，烂的，箱子里还有一个。空的，还在关门，还在这边等谁？谁在关门？气死！啊，我在开门啊！超快！那我要走出去啊！我要跑道的时候，你才这里没有箱，你自己要抓那个时机点，关我什么屁事？我跳，我跳！哎呀，要准备有人那个了。这里有人要变的啊！要宣的，要变身的，要宣的，是不是？盯着你，我盯着你，我保护好。你想干什么？我要砍你！没有啊，不要这么冲！最后一秒下去吧，看好了，绝对保护你，绝对。好，我们桃园三结义，要死一起死。小雨，小雨红色了，小雨在哪里啊？你了？对啊，每100秒会有强制。我看到了，左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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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包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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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谁了？包围啦！小雨呢？在你后面，啊，在我后面哦。我看到他往四级过去了，他往四级过去了。太多人了吧？喂喂喂！耶！哎呀，大龄游戏，哎呦，大龄游戏，我天哪！哎呀。我的加速浪费了，我可是砍了两次啊！我砍了一点五次，多爱团团，好像150秒会刷新呢。我们一起变五级，一起躲，刷一次，很快。哎呦，通知是没有啊？你要时间拿走了，每刷有八个，我记得好像八个星星，两个道具，所以星星其实真的很多。八星，不知道这里都没有一个，好夸张哦！都没有，都没有，我拿了很多了，我拿了很多包，我拿的剑矢啦，剩下100秒又会再强制咯，就是加速的加速隐形，跳跳跳跳，一直被随机打，宣言逃过那时间或者是杀到宣言的人都是获胜，对，小雨怎么老是都是你被随机，你都第一个，是我被选超惨，最可怜的。团团干嘛？一是谁？爸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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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错！只要躲过时间就可以了。还想当西瓜？还想当西瓜？哈哈，还想当西瓜？还想当西瓜？过来西瓜！我真的哎呀，能不能有过呢？有没有了？哎呀，等一下，阿爸，哎呀，繁星，都是 F 啊，都是繁星，我们一起获胜，耶！哈哈，一个 HF 输了，但另一个 HF 赢了，哈哈哈哈哈！哎，干嘛？50秒了，最后一轮哦，你现在再不宣言就没有机会了。对呀，拜托 ，Last Bill Bill， 要不要？没有 ，Bill Bill 没有，没有，那没有，那就杀死他，杀波波喽，波波来，我们是好朋友，对不对？雨月也是，雨月也是，哎，雨月早是你，我跟唐朝雨月，三零二，耶，唐朝雨月，现在只有两个，马英九，你没有没有没有，看不到看不到，你们知道吗？马英九被蒙蔽双眼，我被蒙蔽了双眼，我还隐形的，还隐形的，一个方块，我那个巨物，没事，还得有40秒、38秒时间可以追他。哦，我是失败了，等一下，猜一下，完。完，还有25秒，我团，哈哈哈哈哈！他摔死了，他快摔死了，他镜头停住了，哎呀，你越走九八七六，要跑，四三二。你躲过了，哇！第一次宣言成功，哎，吓死我了！感觉他自己的那个加速用太早了。哇，团团你也是很猛哎！我虽然刚不到一颗星，还半颗星，吓死我！一颗星就剩一颗星，原本被砍掉了3颗，然后又摔了2颗，自己摔了。对啊，差点摔死。如果自己摔死，那这样算没了，就没了。之前李叔就这样死过。哇，5个人获胜，我这根繁星是杀到的。小雨好难过，还没做好准备，突然就变成我了。小雨，哎，哇，张，一张一张啦，接下来科技学校，我科技学校啊，除了那个吗？那很大呢，没事啊，一路跑啊，好帅。找箱子都是个问题，我觉得时间到了啦。找箱子就是个问题了，等时间到吧。耶！这团团超级地超熟的，一头蛇呢，一头蛇哎。然后结果等下第一个，我等下第一个被抓。有有有，发发发发，发
什么什么？发怎么了？翻到箱子，翻到箱子。哪有？就你翻的，你一定拿到五个。哇，太快了，太快了！他现在让你拿作弊啊？一开就五个吗？那个嘛，那个 gift 嘛，开局魔关羽，太快了，送魔关羽。小孩子不可以说谎。我们是大人了。他是污秽的大人。团团，你干嘛？你怎么在采野莓？路边的野莓，快点采啊！你可以采吗？可以，可以啊，可以啊，可以，真的可以啊，可以采哦，好酷！它有箱子的地方，好像会有那个发光、亮亮、亮亮的，对，对，就可能是箱子。你为了采野莓，我扣一点五颗星哎！哎呦哎，空箱为什么？有他说有两个空箱，那个有两个空箱。没有。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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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了，这边要抓到人感觉很难呢，所以这线也很强哦。那我要跟巧克力啊。那我跟哈基了。这里巧克力已经四颗了，对不对？哦，没有，这边没有星星啊，我刚刚拿过了，这边不是星星。哎，完了，他还有道具。有嗨，没有，我有一堆野莓，你要不要？多野莓，我们可以做野莓。你可以沿路撒吗？这样比较好找到你。好啊，我们沿路撒。太多人了，只有等一下是你们。哦，那我们会哭。那就换你回头喽。啊！什么？蚂蚁宣言，蚂蚁宣言，我找到。我没有强制的，强制的啦，强制的，你被逼的，系统强制啊不要啦，不要啦！哦，看来是被骗到了，怎么不是小雨吗？蚂蚁不要跑，没有了，等一下，蚂蚁，这是我的，我要砍他，蚂蚁快跑，蚂蚁是我的。我怎么这么高啊？我被那个卡到一下，就跟你总统的是地头蛇，你不是？是我长太高了，我没长我一八三啊。哥，我有问题，怎么了？把钥匙弄丢了啊！真的？我有一把钥匙哎。那你怎么一直在捡？你是放在箱子里面吗？是，在哪里？我还给你。不好意思，作者没有发现有那么蠢啊！爸爸拿到了，爸爸啦，爸爸那边有，你跟爸爸，爸爸吧。都是野莓，你们是怎样？我帮你开箱子，我帮你开箱子。那你在哪里？我帮你开箱子，我帮你开箱子。哦，我找到爸爸了。哎呦，哎呦，这边跑掉，好紧，好紧才需要，或者我们找波波砍也可以。好，我们就杀波波好了。好厉害哦！我也是地头蛇，哇，这里好刺激哦！地头蛇，你也在杀、哦？他找红色传送门，他找红色传送门，色传送门，完了！啊、哦，这个实在太强了，这太强了，追丢了，追丢了，可恶！我找不到啦，哪有可以这样子啦？啊，进进出出，哎呦，哪有人可以这样的啦？一闻就觉得那里有一点味道，不太舒服。你说路上的野莓吗？路上好多野莓，繁星也宣言喽。我繁星，繁星哥哥。发发，你在哪里？我也不知道，我在小雨后面。还有人没找到？我们在，有人开不了箱子。在操场，我在操场吧，爸爸篮球场，篮球场。巧克力不给我点机会，我就差一点点了。篮球场哪里？怎么走？篮球，我丢在篮球场中间。你要露馅的，我没有露馅。你有露馅。那个，哎呦，雨面也拿到了，雨面跟白冰。哎呦！啊，对，我这有个箱子，我拿。三人找两人，你放里面箱子我也开不了。没有啊！你们也可以剩下人，也可以集星星啊。可是我丢不出去啊！那完蛋了！丢出去它就没了。那你找什么？我发票。他要把它塞到箱子里了。他把它放在箱子。打开箱子掉了。啊，钥匙不能 Q 哦。
不能 Q 过就不见，然后应该就是不会让大家 Q 出来，但是我没有想过有人那么的蠢，放放进去，把药药匙还给说不要了，那作者也表示啊，不合理就算了。哇，云月好强哦！太和平了吧，这边，我的天啊，这太大了。我沿路没看到几次了嘞。最关的关键就是你一定要找到星星。对，需要天眼。两个。天哪！还被剪头。虽然马上因为蠢男给剪了，但是我还可以再剪一个。哎呀，太好了。好不开心，我就差那一点点哦。再来东岸广场啊，然后我也差应该就比较没到那么大了。不要再把钥匙放进箱子里，怕怕。你这样就只能来砍人了，你就只能砍人太难过了，笑死。来哦来哦。一堆人要抢咯，好空了，直接被抢走了。小雨，哦哟，烂！那你是为了男人看不看下来？没有，我跟你讲，对啊，我扣两颗星啊，我什么都没有。哇，少砍一刀哎、欸！哦，我的天哪、啊！小雨，为了那箱子掉下来，没有，直接那箱子都被抢走了。好难过。好白痴哦、喔！哎、欸，他骂你白痴哎、欸！不是啦，已经揍他了啦！你要玩战斗陀螺，不要帮他了。啊，跟着他后面。玩男人战斗陀螺，不要帮我，是不是？等下帮派打死他了。你可以玩那个，如果有打死我就会输的游戏，可以。找不到游戏人哦，这是什么？你懂不能、啊？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点不开，手软，还开了两次，想说你不拿，嗯，好吧，那真的好，我右键点了三下，哎呀，我又摔半颗了，白痴，哇，真的少开两把了，我要自己摔死了，白痴，好几，宣言的话应该会那个蛮准，嗯，哦，吓死我了，吓死你，哦 ，yes，yes， 哦。这里没有了，好像刚刚好像杰克啊，要等更新，好，跟着你走了，偷拍我，是不是要宣了？这里里面空空的耶，你说它下面空空的，很大，你没看到而已。哎、欸，下面，他在下面，他在下面，完成了，蚂蚁搞在这里啊！哎，蚂蚁在中廊，蚂蚁在中廊，哎呀，我救你，我救你！不要啦！蚂蚁那边不安全，蚂蚁，真的啦！啊，我怎么逮捕了？蚂蚁哦，小雨，不点头，没病，这人变这样子，那我先看到不忍心，我摸到三下了，怎么样，姐妹？不好好救人，都是假的啦。有啦，你看他现在很安全啦，不会再被打了。人间的大神好可怕，人性真恐怖嘛。箱子，箱子，啊，想要道具哎、欸。对啊，我也是想要道具。对，我就想要道具，真的。我觉得都行，直接加速去抬狼啊。对啊，加速去拍狼，拍哈基，是空的了。刚有人躲在这里，慢慢来啊！为什么要砍我？刷新了，刷新了，各位。因为小雨抢走了蚂蚁。抢走啦！所以他要来喽！一百秒是谁？繁星，买啦！繁星，明月也是，要来一起来啊！坤弟也是，太夸张了，太夸张了，你们很会找哎，太夸张，要玩一起玩嘛，太扯喽！
繁星在一楼。没有，那我自己找其他人啦。你知道，其实这里就是我刚刚找啦。我们有抽了，抽了地头蛇，地头蛇。爸爸快点！哎，白痴！过分了，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用得到这好吗？天哪！地头蛇，地头蛇，地头蛇！真的？没有，还有三个，还有三个，你们有机会，你们去找。他们都躲起来了，所以一定会有一个人逃得掉，哎。对啊，没有，我们三个都可以逃掉，他们两个就可怜哦。哦，重新找一次喽，再见啦！不是，赶快找箱子，坦坦在找箱子，赶快找。大家爸爸喽，爸爸，爸爸不会有人。哎，你隐形也太早用了吧？我怕怕，不怕啦，他只是发发而已。不行，我很强。哇，他只是发发而已。哎，他怎么知道？他掉头了。有没有机会再发一个箱子？快再发一个箱子！两秒，一秒，完了，两秒，发起来了。哎，爸爸，爸爸，箱子里面有第一只星，对，这箱子里面有星星。哇，一秒，你就差一颗是不是？对啊，要打爆好不好？你刚刚你刚刚不追团团，然后先开这个，你也可以先了。觉得哎，对不对？你刚才经过这个箱子，你怎么不开？好可惜哟。可是我追了团团，才发现另外一个箱子有一二三四五六六人的获胜呢、啊？都是三个人都躲在同样的地方啊。没有，我跟雨月躲在下面的图书馆那个人，最我原本就在那里，我原本那个一百秒前就可以宣，想说慢慢来，然后看到雨月进来了，我就逃出去。然后看他在里面宣，然后外面有一颗，想说哎，那就一起宣吧，一起就两个人躲在里面了，何必互相伤害呢？一起获胜啊！耶！哎呀，那最后来个那个、啊。四色商场，好，四色商场，这么快啊！这边啊，这边很嗨的、啊，我也觉得这边超嗨的。那真招员工被围哦，真的，好通报，来来来，看看这颜色，红色、红色、蓝色、绿色。哦，是空的啊！哇，没香蕉，没香蕉，加什么？没香蕉，没香蕉，没香蕉。卡巴吓到我喽！你拿了什么？我拿道具啊！真的吗？对呀，真的吗？星星也是道具啊，提拉提拉的啊，提拉提拉的，提拉提拉，闪闪的，是不是？哇哦！哇哦哇哦，马英刚又会不会又直接宣了？不会，感觉追着马一就有好康哎、欸。说好的让人家多玩一下呢，啊、他就变他就宣啊，我也没办法啊。然后在宣之前又在附近走一走啊，没办法。哎、欸，就刚好啊，小雨你很可怕、啊，你这一个被你们抢光了。我一个箱子都没开到、欸、都是空的、欸。哇，爸爸拿了？没有空的，应该也被拿了。康康 ，Q Q。哎呀，莫名其妙，空空被谁拿走啦？有人要宣了，拿了满满的，差不多要宣了，太宣了，谁要宣了？宣了！这题真的，我真的是想不到哪里可以躲呀、啊！冠军是冠军，然后赶快对了，赶快多收集一点道具。对啊，没道具啊！雨月，黄色，黄色，黄色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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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啦！你刚刚不是在这里吗？买照，买照，怎么还回头？哎，他隐形，他隐形，哎，哪？哦，
哇，还一个隐形空点，哈基也是哦，大哥，哈基也是哦。哈基在绿色，绿色。哈基在哪？不是蚂蚁，蚂蚁要慢慢挥，不能快挥。啊！哦，我看到了，嗨，哈基。哇，巧克力呀、啊！太多人了啦，太多人了。哈基刚绝望。谢谢你们把哈基赶来这边，谢谢谢谢。是有组是有组是有组，剩团团。来看那个蚂蚁，抓一个团团，一点八打。抓一个脚蚂蚁，要慢慢回来，我加速给你看。刚刚走到角落才发现那边没有门可以走出去啊！消失了。我跟你讲，我刚刚黄色一上楼，我就发现你也走在我前面。他刚好现形。对。刚刚运气超好，开场那一轮的箱子我拿了三个，太多了，好猛哦！乌马驹，乌马驹，奥马驹，熊猫，拉，熊猫都被收割了，还债吧熊猫！接下来下一个会是谁？要啦，要了，100秒了，团团。发发发发发发发，我们两个，我们两个那个讲好哈，嘿。讲好什么？不打对方吗？怎么打？也没办法打。什么？单人战线？哎呦！肉包包。一定会有人逃掉，一定会有个逃掉。单人战线，失恋阵线联盟。我觉得他怎么走到蚂蚁？他应该是没看到你啊，那个。你怎么一脸失望的脸？不是吗？另外四个人，我找到一个不能变的。其实刚刚小雨我在蚂蚁后面啊，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啦？我没看到哎。我是好奇，怎么蚂蚁看到你没看到？不要跑！某某，你拿着东西隐形啊！加速，开始加速！完了！哇！猜到、啊！哎、欸，小雨去找星星吧，你有吗？耶！我只有一颗哎、欸！哇！赶快，你有三十秒，场上都是你的。我都没找到星星，我每次看到箱子啊空的啊，啊又空的，啊又空的。哇！还有几颗？我四颗。哦，哎呀，有机会啊！又拯救了一次蚂蚁啊，小雨！太残忍了吧！天哪，你们游戏好难哦！而且小雨刚刚那个包包隐形，然后小雨还直接砍他两刀，哦，差一刀了。小雨，你怎么？你家道具太多了，而且刚才波波你隐形之后，你还拿着你的剑矢，对，我要丢啊，我要丢，我是哪有人拿很久？那你隐形干嘛？没有，我是刚好符合我们。你不过就只是有多一个加速，你没有那加速就被追了。阿纪，我刚拿钥匙打了你三下了。而且你知道，在你前面小雨才刚走出来，走过来，没看到我。哦、oh. ，我们要隐形的翅膀。啊，我们最后嗨一点啊！好啊，不够嗨吗？玩下。哦、oh, 不，那个蹲下。哦哦哦，哪一个？就蹲下当鬼的、啊那個、本机的那个。哎呦，超难的。Oh. 我们都不需要蹲一下才有办法，他的团团没办法，不需要蹲，直接就是了。直接大反派，你是大反派，耶、yeah. ！大坏人，哎，广告，直接三张嗨起来，好，旧版呢、欸？我、哦、没有，一样1.16.5，有，要读一下，好的，卡住了。嗯哦、oh. ，一张容量比一张大，三G 啊啊！要跑酷了吗？有新图吗？没有啊，蹲下来的，蹲下来、哦、背影看着哦，蹲下，哇，
这就是只要你一直蹲，蹲三十秒，你就会变成叛徒，就可以来砍人。好的，蹲得越蹲得越低，站得越高。啊、最后要逃出去，好吧？最后中间要一个、地方要站在那里才可以逃出去。哎、嗯，那如果是叛徒逃出去，就叛徒获胜。所以让人数变少也是很不错的。不错。可爱、啊，对吧？就来。谁啊？哦、oh. ，哇，也太会射了吧！射爆、啊，这是手机广告啊！实际玩的时候没那么强。该局就送，结果现在手机广告那广告是不是都要开场那种，变送超多东西，或不然就是那个玩法超笨哦。没有啊，手机 不就是那个什么，你拉一开，拉开岩浆会流出来。对、啊、对对对，然后你实际玩都不是那个，对吧、啊嗯？都骗子，诈骗手游。我有去看他那个游戏里面那个广告，就是下面留言区在骂说那个广告商真的是很烂，游戏明明就那么好玩，那广告找这种广告商这样子，超废。排名很前面呢，那个岩浆的那一款。哦，你说拯救地精吗？你如何拯救地精？对，或者是拯救公主，然后勇者你要怎么拯救公主？救了就把公主害死，怎么救都救不到。好，背叛模式。好，哎呦，太空站，蹲起来吧。哎呀，哎，我怎么在里面？你看着团团跟波波，哎、欸，快跑！等一下快跑！哎、对，是我哎、欸，快跑！哎呀，原来是我们哦，耶耶！我可以把他们堵在里面吗？ Yeah. 不行，不可以！快跑！我们去把有走，我们中间按一下，对不对？对，插手可以帮我按一下。哎、欸，这个心爱值掉太快了吧！我的天！包小雨，哎，我们先包小雨，抱歉，包水饺，包水饺，包水饺。的天哪！哦，嗷，嗷，嗷，哎呦，没人按中间的，我就按了。你在被追呀、啊？啊！现在换图。哎、欸，我是好人，我帮忙按好了，我让你先升天，我让你先升天。欠你十块钱。好，欠我十块。OK。好吗？别，我们是好朋友，我们是好朋友。你才不是，你要砍小雨啊！关心，哎，小雨，你这样好，小雨走了啦，给波波死啊！你下个是吧？不要啦！被黏住啦！砍死啦！不要啦！你做生意路线过分，碎啦！翻船，你生意路线，阿基。你剩一滴血，哎、欸，你怎么血剩五滴呀、啊？云月，不要啊！啊，刚刚被砍到很血、啊，不要啊！不要啊！啊，真那么多人，真的不要！不要想不开啊，爸爸！啊、小雨啊，居然没有人躲这、欸，哎，我好意外啊！真的要扁了，后面你后面屁股后面屁股后面屁股后面，哎呀，爸爸，跟你讲屁股后面嘛，哎呀，哎呀，有人在后面搞。好好讲话，主要是心态打击专家，后面考试啊，是不是？心态打击专家，心态打击专家。我就说不要待在这了。哎，十块钱，哇塞，马上变嘞、欸哎，不用过了，等一下，哎。嗨，马伊，耶！啊，有人，啊，怎么是室友组？真的假的啦？对呀、啊。哎、欸，团团只剩我跟你了，我们两个加油！好啊，耶、yeah ！好啊，好啊，哎、欸，你怎么在这里？哎、啊，中间、啊，中间，中间，好，中间。啊！不要啊！啊要啊！完了！是哪里啊？完了！哎、欸，走了！快点！完了！原本被夹的哎、欸。对啊。
换甲了，换甲了。妖熊啊，没事，来嘛，打 call， 这里卡住了，打 call， 打 call， 打 call。来了，完了，完了！不行了，不行了！自由，对不起，我要死了，拜拜！自由间的背叛，自由间的背叛了，我要死掉了，我要死掉了！这个蹲感觉已经够时间了，我要死了，我要死了！哇哇！哇，你在哪里？你在哪里？陪我玩，还必须要蹲三十秒。你来啦！哇哇哇！你懂我刚刚被包围的心情了。哎呀！哈哈哈哈哈！这就是你刚刚把我杀掉的下场。哦哦！哇哇哇哇！自由组的队。哎，我们今晚要打一架了，打一架，气，用宵夜打架，宵夜打架，宵夜打架。在这个可以很会跑喽。好，好，相位谜语，上上下下，尽管逃起来。上上下下怎么逃？一开始是波波跟小雨。这地图很难吹呢。我这张地图那个发法的命图哦。发法的命图。他是最后一步到。哇哇打架打架吃什么打架。这药水是比较多啊。对啊。对啊很多罐。你等一下就知道可能都会需要了。等一下说明还觉得有点少。等一下恨不得很少。他们在干嘛？恨不得多那互打是不是掉杀手信任值了，中间要按一下哦。欸、对，有人按吗？有人按吗？要按一下、哦。好了，我去按，我去按，我去按。哎呀，有按了，有按了，按一下哦。啊，短涛你在那边蹲，我觉得好害怕哦，我先走好了。Yeah! 哇，那个我怕了，怕了，怕了。解放 time！ 完了，你来又被撵了，怎么这么快呀、啊？跑跳要跑跳啊！万一完了啊！我飞起来了，巧克力怎么了？对，走了，我刚好跟你很远啊。赶快蹲啊！大家赶快努力蹲起来！哎、欸，有了有了，我们是什么打击啊？牛逼啊！牛逼啊！你在追谁？你在追谁？不要啦，不要啦！然后给你一个护肤药水啦，不要打我啦！你还有另外一只哦，如果你没有的话，我们两个都找你玩。哎、欸，我在半空中啊！哇，都会撞到、啊。我觉得差不多了，感觉换人了。团团，什么打击？ Yeah. 我带你去一个好玩的地方。好恶、喔，可是你一直上不去、欸。不是，你不是跟着那个。快跑啊！为什么跳起来会发光一下？为什么？阿基，快跑啊！啊！有一段时间会发光，刚好跳起来。哦。原来是哈基跟团团哦。哎呀！阿基，阿基，阿基，哎呀！哎呀！波波要死了，波波要死了！耶耶耶！哎呀，完蛋了！夫妻联手不是不一样。下来会是谁呢？哎、欸，为什么那么快啊？对，怎么在我上面？怎么在我上面？太美了！我刚不是一百二十几发吗？怎么射得到呢？哦哟，是被谁杀啊？团团，这是追不追得到呢？感觉你有点危险诶、欸，小雨。没有，哎呀，有有有！别啊！我要血字。有没有要碰吗？小雨，你很危险啊！小雨，我刚看到空砍掉。插一刀，插一刀！哎呦，哎呦，其他没有了啊，这么快啊？对，开心不要了，好啦，过来，不要了，啊、我刚刚没有追你，不要了，你骗人啊！呀，你下一下，不要，你下一下，你这样子，你怎么会这样？你下等，乒乓球是不是？看得到啦，你干嘛啦？
你说差一点，你说差一点，还是不要了，我太不要了，那你都不要不要了，你们还没跳完呢、啊，不要了，跳完再跳，完再跳，哇塞，好扯淡哦，好好玩啊，我躲过了，躲过了，有有。阿七，再一次。那我一个人啊，要死啦！我有事，我先走了。耶！打他！我想说，小唐没看到啦，我刚没看到啦，白痴！又换了，又换了，我该怎么换啊？哇！我该怎么要换你啊？哎呦，我刚才想那么跑去哪？他团 VS 反巧了。安安，我们两个可以的。安安，我就差五秒了，五四三二一，你确定？你确定？确定？我确定？我确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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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你怎么没在？可恶！哈哈哈哈哈！哎哎哎！你陪我治疗药水啊？啊，我给你，我给你，你先闭上，自己还解不了啊！丢不出去！哎呀哎呀，卡住了，卡住了！没办法！哇，这张地图大的呢？不要啦！远啊！巧克力，我已经追你啊！不要，你是最烦心啊！哎呀，最烦心！别再蹲了你！哎哎哎哎！烦死了！给你，丢出去！不用不用不用，丢不出去啦！你要开始跳跳乐了是不是？不要再跳跳乐了，真的。好朋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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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再跳了，别再跳了。只能在那边等他。哇！不不不！不！巧克力！巧克力！我去了！巧克力！巧克力在哪？那只猫上面，不见了，不见了，黄色那边是啊，那很高哎、欸，我再过三秒，我再过三秒，我要不行了啦，哎呦喂啊，每次都跑三秒，我怎么放了三秒这么久？不是啊，我走这走错了啦，哎呦，他有地理，他懂位置，他知道怎么走啊？对呀、啊。对啊，团团，你那怎么走啊，团团、哦？你明明就垃圾啊！哦，什么啦？巧克力不要在那！不是，你们全部都在这啊！阿静，你可以传我。好，怎么传、啊？一个大手传。哎，传到传到传到！传到传到！叫你不要杀我呀！没有，我这个告诉我，自由组团团二连败。对啊，我跟你讲，这代表我现在是好人了，我无法当背叛者了，我是好人。对啊，你宵夜应该吃免钱的。不是你杀一堆人哎、欸！哎呀，大杀特杀，好爽啊！哎，真难怪。小一点，杀两个啊！我只有开场的时候杀两个而已。吵得我笔直追向你。不是，我就差一点点而已，为什么我可能会蹲倒？哎呀，好累啊！来啊，再来！我记得还有那个哪商场哦，挖矿的，挖矿啊，真的是挖矿，可以赚钱赚起来哦！挖死吗？你就算是叛徒也可以去赚钱哦，很赚的哦！哎呦，我跟你耶，完了，那我要当打工仔。投资有赚有赔啊、嗯！打工仔，我跟圆也想去打工。我要去当打工仔。对啊，打工仔，打工仔，打工打工打工。哎呦，让我去打工嘛！蜘蛛还在啊！打工仔来了，蜘蛛还在。打一下打工仔，打工仔，打人了！打一下打一下打工仔，不要打人了！打工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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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现在有杀人，我才会更持久啊！
欸、你懂吗、啊？你懂？哎、欸，你懂？有我在打勾啊，我在打勾啊！你们不要走在我前面啊，这样子会。我跳去，我跳去，我跳去。走了。那繁星是不是要变了？没有、啊，你在这里你不会跳、欸，你干嘛啦？你自己不会跳，你干嘛啦？你说杀我有病啊！我要赚钱嘞、欸！打工仔，打工仔，打工仔，钱的人太多了。多少钱啊？打工仔，打工仔，好贵。你看我这样可以当更久。打更久的工啊？不对耶，杀手不会拿到那个吼。走喽、嗯啊！我是有规则的杀手，我不会打打工仔的。你没有在打工，雨月，雨月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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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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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月有。会打一下打工仔而已。啊，巧克力没打过，巧克力过来。刚刚有，我只是很害怕你们会打打工仔。我要赚钱养我生病的父母，怎么打我？生病父母养我老母啊！啊啊！换人了，换人了，换人。白金小雨，白金，白金边蹲下边打工哎、欸，对啊。哦，小雨有想法哎、欸。哎、欸、啊！你怎么传走了？开始用坏事了。哎、欸、哎，干、欸、嘛？打工仔，打工仔了，完了。打工仔赚钱真的好方便啊！打工仔还没花到钱就被打死了。哎、欸，我去打工啊！我去打工啊！我去打工，我去打工。没有，打工有我，打工只能有我。好、啊，那你打。哇，这好好玩的意思。可以，来吧，我快点，本机教我们，来、欸、来，粘在这种，你粘在这种那里。哎、欸，为什么是粘我啦？哎，再一次，巧克力乖。不是啊，粘在这种，怎么又是把我传过来了？哎呀，不好意思，你们都死掉，我被那传被传的啦。啊，怎么都是你呀？我都不管我，不是啊，我是好兄弟，我这我没办法，这我没办法。那我错在哪里啊？他不见了，不要啦！哇，这个高，这个哇，这太强了，严重一个逃生者。我这个在打工啊，会。哎呦别这么叹气嘛，钱都没啊，房子够了。谁呢？哦，哎呦，啊啊，哎呀，你没办法，你又没办法了，是不是？你没办法，是不是？我没法得啊，你没办法，这也没办法，怎么办？有了，有办法，有办法了，有办法了。来，我身上还有杀手神咒哎！传过来，你可以传过来，没事啊。啊啊啊！好啊！这个是地图剁蛇本机教的，刚刚他的垃圾，拉我！刚刚繁星已经变成逃亡者，他一样照拉。我也拉了一次哈基，哈基好可怜，哈基好像每一次都被拉、欸，对啊，是不是有头啊？100%，你有那个拉人几率大提升哦，不要那个 buff， 这关好可怕哦，不好玩，那我们玩。这一关的那个啊，间谍。哦，你说凋零花的那个吗？对，凋零花。凋零花。你要注意身上会有一个凋零花跟铲子，有这两个就一定是杀手。
好，那你丢掉凋零花就可以进入晚上，你就可以来看人。好，好，全员可以抢攻击，大家也可以去赚钱，好不好？好，好，两个哦，随机两个哦，尔虞我诈的间谍模式，头 好痛啊！嗯，哎呦喂，哎呦喂，休息这么久还头疼，哎呦喂。走走走，打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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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谢谢谢谢，那我提早到工位上，大家一起打工打工。方法最慢哦，你是在看什么？你是身上有东西，你在卡一下身上道具，还卡在我前面，一直挡着，你挡在我面前，我哇，我看你们打工，你们打工。哎、欸，自个人憋打很痛、啊。不要，你不要挡在大家前面啦、啊！位置那么多、啊，直接拿出来了。哎，要前面。害我要喝药水了。哎，直接站在家前面的。刚好是帮我打你哦，那个角度。这不是我。那个角度只有波波和小雨哦，波波啦，是小雨啦，天哪，波波，哦天哪，小雨，我们鬼手爬爬，你忘记我们不能互相猜火了，猜火了，哎，我们钱赚的很快，这钱是不是赚的有点快啊？因为我们大家一起在挖啊，哎呀，算来算去了吗？先换一下，蚂蚁也怪怪的，蚂蚁在停止了，危险啊，没有啊，我好像去买保护的东西了，我也想去买保护的东西了 ，Q 到一千，老一千，靠腰。哈哈哈哈哈！绕一圈嘛，绕一圈。我要去拿东西啊！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绕一圈。买东西，药水。我记得他也有让自己传走的。有，我在跟人家交换的吧，跟别人换位置啦。对，那个以生存者来说就还不错。或者是你可以拉一个人来当替死鬼啊，也是不错，还比较便宜。我知道大家都想买那个，等一下我买完了，快点快点、你买很久，买完了，我买完了，是谁是谁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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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哎、欸，晚上了，晚上了，晚上有铲子，有铲子，铲子，有铲子，这里有鬼，这里有鬼，发的头，发发的头，忘记把头关了，哈，对，头要现在关掉啊，太凶了，头怎么关？头怎么关？自定义，那个显示外观，不是你现在也来不及啊，大家都知道，哎，知道我是什么？要准备钱呀！我被传了、啊，哎、欸，我被传了。等一下，不是开始了。哎哎哎，谁？发！啊，怎样？干嘛？他是鬼！你才是鬼吧？你为什么拿斧头？每个人都有啦，是鬼，他是鬼。谁是鬼？你怎么没交换呢？哎，不是，打我干嘛？我发发一票。哎、欸，不是啊，我怎么没斧头啊、哦？我有斧头，你有斧头，你到底有斧头？白痴哦，你，我要投你！哇！秀秀秀秀秀！自定义要怎么关掉啊？选项外观自定义，外观自定义，然后有一个那个帽子。哦，关掉，全部都关掉也好，全部都关掉也行。完了，我麦快，我麦快卡了。外观自定义，好，我全关掉。可是这样我长得会很好笑。蚂蚁，你要关掉会比较好。真的好像变怎样？因为你现在变外观自定义奇怪的哪里关掉？我要怎么啊？外观啊，选项外观自定义，统统关掉。啊！我不小心变成左撇子了，等一下。好了，关掉了。我也关了。爸爸的额头变好高，你这好像没睡饱、哦。对啊，我也不好吃多，真的好看一下。你看这个，好像是掉。然后我们挺高的哦，你刚刚有，我们刚刚死人呢。我们中间有按吗？哎、欸，对耶，中间没按耶。白痴，白痴。而且刚刚那个、啊哦、你们各票一个，然后却没有，都是零零。对啊，平票不算是不是。那就平对啊，他平票好像过了没关系吗？平票好像不行。来，发发，你觉得谁是坏人？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你才是鬼吧。我们刚刚那边有小雨、云月、我跟你
啊，我看到你拿铲子，我没有哦，你们晚上我们也没有，你是玩的万元呐，玩的万元呐，就公公啦，完了。真的不是我，晚上我没有过去哦。你是不是想带风向啊？是谁？哎呦，就你是谁？我刚不小心传到人了，为什么？你是传到我啊？我刚好对，为什么？我原地传送了一下，浪费钱呢，看到了。还楼上还有一些其他村民可以买哦。哦，有什么飞天炮吗？那个飞天炮呢？飞天炮其实蛮适合杀手去买。嗯，我记得他好像是把人抓过来。哦，先走附近的，把附近的。6秒，6秒。好喽，我也要走了，拜拜。哦，走喽，走喽，四楼，四楼。Bobo 啦 ，Bobo。我在四楼，我在四楼。我看着你拿铲子。哎呀！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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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痴！你有没有鬼？你有没有鬼？手上空空转，你会那个变形？哎呦！看到三楼有人啊！蚂蚁也死了！啊！繁星！繁星拿着铲子！小米砍呢？繁星啊！砍你！繁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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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之百确定，因为现形之后他还拿着铲子一直挥。不是，我现形之后为什么手上会有铲子？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样子啊，你丢壳！但是你是你掉，但是你为什么包括你要传我啦？繁星，繁星在那边，没有，怎么会这样子？我不知道，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我先回去了。哎，等一下，彤彤也打我一下，彤彤也打我一下。哎，影月被处决了。好，处决了。完蛋了，完蛋了。现在用打的也打得死人的哦。哎呦，要你要派哦，哎呦。哇，这是彤彤跟繁星是不是？他被修。哇，波波，我们是队友哎。你问说我们是队友，你好好讲话，你在。好人，要么就是好人一生平安，要么就是投票，要么就是用打的打死人。我看是小雨，他刚才在偷打我们，结果繁星拿着铲子跑了。好了，好了，好了，已经很明显了吧？不管了啦，我把所有人都拉过来。哈哈哈哈哈哈！你们在乱打，拿起来，拿起来。两个杀手在下面恨之入骨啊！你非常麻啦！我们抓到人，这个救人哦！我救你在那里哦！谢谢！这个好猛啊！安全，安全！那个逃生还很久。团过来，团过来！啊哦，好，来这边玩。啊，我知道你要干嘛了。这个是本激流嘛？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一二三。是谁？不是啊！一发中奖！不是这样啦！怎么都是你呀？怎么？好吧，你怎么在那里啊？我怎么玩？哪知道为什么都是我？哎，彤彤，你彤彤来这，彤彤可以黑暗的哎！怎么又杀技？我把它传过去了。天又黑了，哎呦，发光了！哇，晚上杀手的力量强大哦！是我！哇，完蛋了！哎呀，一个接一个啊！没了，我来，你传到我，好。小雨发红了眼，怎么办呢？怎么玩？这个地图变脸模式太强了。哎。哎，小玉，小玉，我手上有斧头，我也有斧头，道具好强哦！对，这张是适合背叛者，不适合间谍。对，这个间谍太可怕了，太可怕了。白痴，无尽的光头小玉。还被打死，泪流满面。我以为是发法，你很会举飞耶！天哪，
哎呀，乱演啊，乱跳！刚刚说方法是谁啊？我啊，没有，没有呀。用那直把你们全部拉到中间。其实刚刚那个第一天那个晚上过了之后啊，是最后我跟 Bobo 嘛，然后我就故意把发发传到旁边，我们把然后就马上传走这样子。对，哦哟，你还不相信我，我还以为是小鱼。超过两个追上，然后发发就说：“哎呦，真的真的传出后面。”我好不容易活下来了，哎呦，好烦哦！好好笑。剑顶魔士这种地图不行啊，剑顶魔士还是要跑起来啊，要用跑的，要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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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们最熟哪一张？嗯，最熟吗？我觉得你已经选择好了，你自己已经都会多一个间谍啦。你看我，我是刚刚刚剪完头发的。那张会多一个间谍啦，放你的头呢？我刘海剪太短了。在哪里？我额头没变回来吗？有啦有啦，变回来了。发地图了，间谍模式哦。哎，发吧发吧，变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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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变回来？记得要剪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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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衣服要剪，头发要剪哦，衣服也要剪哦，衣服也要剪哦。你先要剪到耳上哦，剪到。超像没睡着的。感觉在皱眉头哎。异形光头，异形光头。看出来一点。光头战队，光头战队，光头战队，吵死了，好丑，很可爱、欸，我丑成这样，哎呦，这地图很烂呢、欸，不要打，你们反应太慢了吧？谁是谁？间谍模式哦，哇啊，都西瓜哎、欸，我的天哪、啊，都西瓜地图啊，西瓜我的天哪、啊，一起到终点好像就是好人赢的样子，哦对。所以间谍必须要，哎呀，提早，太快了吧？谁啊？他们强制的那个。我保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一个，最后两个，最后两个，最后两个。我完了，最后两个，我完了，最后两个，最后两个，我们。完了，要死了，要死了，好好说嘛！哎，我居然逃过一劫，好的，好的，你干嘛？好的，坏人都在下面，坏人都在下面，坏人都在下面。我觉得是蚂蚁，哎，蚂蚁死了。怎样？坏人都在下面，谁？抓四个，就那两个啊，他跟小雨吗？他跟小雨吗？怎样？那个爸爸跟那个宝宝啦？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啦！他记什么跑过去了？投票啊！不是我啦！那不然是谁？我刚是躲在蜘蛛网那边呢。哪里有蜘蛛网？发发跟小雨，那边不是蜘蛛网。不是我啦！反正你们三个都投掉就好了。那完了，那就投掉。先留一个不会跑酷的嘛，对不对？这样投掉，投掉，这样都这样。把那个会跑酷的先投掉，这样子。对啊，把会玩游戏的先杀了。人家这个小雨超好远很远耶。下一个。然后他的药水很真诚呢。下去。我加速是这样的。用走的。没有被黏住。那我觉得爸爸一定有。爸爸有吗？我没有，我被打下来了，我还跳不过去。刚刚那个感觉就是不太会。跑的人啊，可是小雨叫他过来吗？要、啊、不然我站这边，我站这里。好，你再过去一点，你下去，你下去，你下去比较好。哎，直接打我球，他直接下去了。谁打我？变成一个排挤行动了。喂，谁可能？他这边，他这边我保了，在内斗了。要、啊、不然我站这个，我站这个好了。我被自己推下来了，自己推下来了，完了迷路了，这里怎么走啊？啊啊！这西瓜，然后嘞，西瓜，然后嘞，对，直走啊！对，有没有看到我们？啊！可是这个，你要从中间穿过去，跳起来，你知道你要关门了，要关门了。你怎么没有进来？你在干嘛？你可能会被后面收掉哦。
我可以帮你们看是谁啦。哎，没有，我来了。嗨，我怕得啊，完了，哇，哎，这样代表他们也要来嘞。对，爸爸一定会来啊。我觉得我们有没有投对一个啊？一定对的啊。会，这要怎么跑？喝酒，他感觉很 QQ。耶、yeah, ，我到前段班了。些微的相信他。我不想努力了。妈妈，你这个不难的，不难的，妈妈你加油。这个用走的，这个用走的不是跑的。努力一下，努力一下。前面用走的。用走的就好了。我要站在这里了，我不要在外面。前面我是地哎，晚上了，好。你看这边就是我的，对啊，这是谁？哦，这个不是，这是。谁我啦？谁我啦？是你。后面是伊利啊。没有没有，这后面这个是我，后面这个是我。哦，好，后面都是你。那突然有人偷拍一下吗？要不要在更后面？还是想要扫光间秀出奇怪的残肢？对啊，我可以站在外面这边。可以站在这里。想说可以套用预测。他是不是想？我觉得他还是有点危险的。停！我觉得你很荒唐。哪一个？他是有点危险的，蹦掉下去了。我在走，可怜了小玉，可怜了不行，他是冒名不行，好可怜小玉。我一直投我，对，为什么他进一票了？至少投我，至少就完了。没有，不能让票不平嘛。对，太过分。我觉得小雨是冒名，但我觉得他是一个好人。他是好人，好他。那我们干脆我们回去找发发就好了、啊。你说打死他吗？你回去骗他。人家那么努力在跑，你们要处决了。我不想努力了。他不想努力了。来找我。不行，你要努力，你要努力。究竟哪个才是羞辱他呢？这又不难。对啊，这用走的就好了啦。哪有？真的啊？旁边那个可以。我去带他过来。好。旁边楼梯。我想努力了。前面。我在走了。因为红色那边走下面，只要走下面了啊，走下面，慢了。哎、欸，这个你会被烧伤吗？会，不要 ，no， 别跳，前面打起来，痛吗？内讧，看一下吧，真的烧哎、欸，不会，啊，不会烧啊。你看嘛，不会嘛？哎呀，骗了！真的，简单的。哎呦，不会，不会，下去，我没有铲子、欸，我有啦。这游戏好难。不难。我哎、欸，等一下，这边好像是终点了，是不是？对啊，终点了、啊。那你不能不来哦，爸爸。不能来。我们的。那我在那边喝水。这边是南侧哦，不能来哦。南侧。是南侧哦。叫出来，把铲子叫出来。给我一点水，给我一点没有快乐水，我喝完了，没办法，太噎了，太噎了，男车在打架的，男车在打架，不要！
难测自己在内斗啊。这里就爱好西瓜的人才可以过来。再投一次，打排球啊！我帮你打过去，你当球。耶！哎呦，太会了！哦哟，哎呦，这是宝宝，宝宝，宝宝，你们好辛苦！哇，那小雨超冤枉哎！求求你们！小雨冤枉到炸！我有票哈记哦。他一果断的跳下去，然后我还在想说，我不想看他，看他好像有一点真诚，三个都投掉就对了，三个都投掉，对，果然，你后来太靠近我们了，那个社交距离太靠近了，白痴的，我都隔一关了，你呼吸又到我空气了，完蛋了，直接完蛋了，这完了。心结结起来，心结游戏，休息啦，休息啦，休息啦，皮肤改回来了，把我的刘海换起来，对，假发改了，接发接发接发，开假发喽，耳朵长回来，啊，长回来了，长回来了，啊，有刘海了，有刘海了。好啦，这边下午的时候想说，哦，不行，真的太累了，就回被窝睡觉了，就睡到下午四点多。哇，哎呦，好了，就这样啦，感谢各位今晚收看。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帮我点个喜欢；想继续看其他系列，帮我点个订阅啦。我是繁星，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